OK，搜去 Google Map Malaysia，打好你的地址，箭头出来了过后，OK，这边有一个 Share，OK，click Share，Share 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做 Share Link，一个叫 Embed Map，我们要的是这一个 Embed，Embed 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地图整个在我的 website 里面 display 出来，OK，embed 进去里面，哦，OK，所以 embed 的时候，这边有给我们选小个、中的 map 还是大个的 map，还是你要自己的 size？为什么会有自己的 size？因为我们在做 design 的时候，你已经设定了你自己的那个宽度和高度，对不对？所以我打个比方，我去 design mode，我开多一个 div，insert 一个 div，我开了一个 div 在下面，after。然后这个 div 我叫做map，然后我给它的 size 是1300乘以400，OK，一样我用 float left，或者你可以用 margin auto left right auto 给它跑去中间。然后这一个 div 我加 map，OK 掉下去了，OK 在这个地方，我叫 margin 推下来一点，OK，字体我不要，delete 掉字体，OK 来，OK 说这个是我的 map，所以我可以来这个 map 这个地方 check 1300。所以我可以去这个地方放1300，然后我就可以 copy 这个 code iframe embed，通常我们都是用 iframe 来做的，这个你们可以自己记录下来。iframe 就是一个 embed，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website 里面随便开一个格子，然后就把东西叫进来。OK，YouTube 也是这样的方式，Facebook 也是这样的方式，都是用 iframe 的方式，好，我们叫做 embed code。所以把这整句话 copy，然后去 Dreamweaver 去 split，我要放在哪里？我要放在这个 div class map 的里面。所以在这一个 div 关之前，paste 这个 iframe。OK，这些乱七八糟的乱码你可以不用去管它，这个是谷歌的 code 来的。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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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直到这个 with 是我们刚才在谷歌里面打1300乘400，所以如果你要换的话，你还是可以来这边换，你可以放500，然后你这边可以放1000呢，OK，frame border 就是我不要有 border，所以我放0，OK，border style 0，allow full screen iframe，OK，所以基本上，哦。就这样子罢了，copy 这个丢进去，好了过后我们来看，operation cancel，OK，这种其实是因为 line 的问题啊，这个也是一样，你一定要上网啊，如果你没有上网的话，基本上它也不会给你看得到，那个 map 了，OK，我再做多一次。你来啊，我的 map 出来了，然后 F 12，save，yes，我的地图，
Okay. Mm-hmm. 你可以去 Dreamweaver 里面去改 speed， 改这个 code。我放 100%。OK， 我放 100%， 然后我可以去 map 这个 CSS 一样改成 percent 100， OK， 然后 save review， 收100了，好，哦，可能弄1000了，是吧？